叔，你在干嘛？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了3D 魔幻趣味馆。这一定是江叔未来的老婆吧？这也算是实现了江叔穿女装的心愿。我俩来合影吧。逗比姐姐居然还有这种要求，哎呀！下一站，东方明珠。上海的夜景美，小乐勇敢地走了上去，嘻嘻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看到远处的大船了吗？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让我们一起高喊西瓜 play 优秀。在上海的最后一站，来到了迪士尼。买了一杯星爸爸，准备向迪士尼进发喽！冲呀！每个人的票都不一样，我的票上是巴斯光年。我终于来到了奇幻城堡啦，还有演出呢！第一个项目是创极速光轮，和过山车差不多，但是排队要排一个小时。小乐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就是我很害怕，但是我还不想表现出来。不行了，晕乎乎。小乐再也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下一个项目，宝藏湾，据说里面有超级大宝藏，又是人山人海的排队，今天真的超级闷热，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伍，终于要开始了。我是杰克船长。不知不觉天就黑了，准备去看烟花秀喽！旋转木马居然没玩上，没有抢到位子呀，只能远远的看看了。但是还是很美的。走的时候买个纪念品，就是《疯狂动物城》的本本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回去用来做手账，嘻嘻。好啦，宝贝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爱死你们啦！